设定是有一半应该要做一些写作的讨论嘛，所以第一个礼拜我讲比较多，就是我会谈我的一些创作的经验，然后接下去的三个礼拜每个礼拜我们还是有设定一个主题，可那个主题我就不多说，我大概可能就讲一个小时，然后那一个小时的话，那从 这个礼拜开始就是欢迎来报名参加的朋友，就是把你的创作的作品，每位大概就是挑最多两首，好不好？好，你希望拿出来讨论的两首作品，然后也是一样 email 给淑芳，好，然后就你既要集中诗社以后，我们会那个我请在礼拜这个礼拜四之前，好不好？中午12点以前，好，再说一次啊，就是这个礼拜 4的中午12点以前，那就是寄两首，好，你觉得可以和大家分享的作品出来，好，然后呢就寄给我启宏诗社。那我会每个礼拜接下去的三个礼拜，每个礼拜就是挑大概五首到七首左右的时间来和大家讨论，因为要公开讨论，所以就会 花点时间，就是不会每一首讲个3分钟就结束嘛，通常也大概通常都要讲个10来分钟，那所以5首应该其实已经很极限了，就是大概是1个小时的时间。那因为我过去习惯创作班的讨论的模式都会是那个把这个作者的名字遮掉，然后让大家就是谈得很开心。 那因为作者在现场的时候，大家就会不好意思嘛，就不好意思说批评他，那就一片祥和，所以就那个有时候会讲不到真正的重点，那尤其是创作班的讨论，有时候非常有趣，我常讲创作是一个社会沟通的过程，可是很有趣，就是你自己觉得你的诗已经写得很明白了，对不对？可是大家都还看不懂，那而且最好就是 让大家尽量说他看到了什么，你就可以发现那个误读的状况有多严重，对不对？就是那个整个传播是架不好渠道的，那这个大概就是诗创作特别有的一个趣味的地方。所以类似这样的创作课，未来的讨论我们也都会尽量这样，不是我一个人说，因为我一个人说你一定不服气嘛，对不对？大家都看不懂，才会知道问题在哪里。所以我想这个大概就是说 把真实的读者暴露在大家面前，所以每位都是我的老师，来这边不要不分彼此，就是在创作课的过程里头，大家都放大胆就对了，只有一些想法的不同，对不对？没有什么高明不高明的，那这个大概就是在一个创作班讨论的时候，请大家注意这样的事情。那我知道前一班是最后一周才挑一些作品出来讨论嘛，那我想这一班的话就是 可以多开放一些作品互动讨论的机会。那所以这个礼拜我会先提我的创作经验，我也带我的作品来。那当然有兴趣的话，就是我原定价是300块嘛，那我想就大家收款比较方便的话，就200块。 就是大家就是我的事情，大家如果喜欢可以带走，然后因为这边也不适合贩售行为，然后让 那个场馆主人感到尴尬，对不对？那就是大家收费的话，就是反正应该是直接给我就好了，没关系，那或者是再跟淑芬这边登记也行，看怎么样比较方便，不要为难其中施舍，那只是方便同学的一个方法，好，那我大概就来谈一下这礼拜要跟各位谈的部分，那接下去三个礼拜的话，大概就是会分别再就几个 我自己在创作上面觉得有趣的观念，再跟大家分享。那有一个部分，大家我会比较想跟大家谈的，会是一个怎么透过一个比较口语的方式去说故事。那我想叙事跟诗之间其实很矛盾嘛，所以但是其实如果一个故事背后是一首诗背后是没有故事的话，其实也是不可能的。那这个东西怎么去拿捏平衡，我觉得这是视觉上蛮有趣的 一个观念。那再来可能就是会跟传统之间的关系。期间的演讲会提到非常多跟传统有关的关系。我想我们创作大概会有两个模仿的来源，一个是古典文学，那另外一个部分的话，大概会是比较偏西洋文学的翻译的部分。然后那最后一个单元，我想跟大家谈的就是诗和抵抗。
那我真当然是觉得说，任何一个人的抒情可能都源于自身的情感，可是最终诗的创作还是要朝向一个研制的部分哈。那所以诗的写作总是要去朝向一个更大的关怀或是题材走。那我想我们大概就会用一个月的时间跟各位分享这个部分。那这个礼拜想谈的蛮多资料其实都在笔记上，所以大家也可以不必抄得很紧张，就是我只要是有类似的讲座都尽量把讲义做得很详细，让来听的朋友可以不用抄，就是专心的听就好。好，那我想中文字带有一个比较大的特征，就是它其实是一个方块字。在那个9.11地震的前一年，有一天就是星期六的下午，然后突然想到那个这四个字如果放在那个时钟上应该还蛮有趣的哈，就是沉住坏空，是不是？那各位如果读一点佛经，大家就知道沉住坏空每一个字代表一个劫。其实这个四个字轮回完之后，其实是好几十亿年的意思哈，它不是讲人生的一个生命的历程，它其实讲的是更浩瀚的这个我们的宇宙的一个认知哈。那这个世界观里头，那你就可以发现说，如果放到时钟上，每秒钟那个诗行动一格，然后每个字的颜色其实又代表了这个字更内在的意涵的时候，各位没有发现色彩也表现出了这个方块字背后的意义啊。所以当你知道你的生命在现在，也许各位现在非常的青春的时候，或是非常的充满生气的时候，你大概就是不是红的就是绿的，是不是哈？在张爱玲讲的就是哈，就是青葱配桃红的哈。那这种参差当中的生命力是很旺盛的哈。那但是人总是会开始跟这个宇宙世界是一样哈，总是会慢慢的开始走向一种颓坏，对不对？然后最终然后又溢散掉，然后又变成一种空无的状况。那我在9.11地震的前一年做了这个作品以后，在9.11地震以后，我就刚好有机会去灾区工作，大概工作了10个月哈。那各位可以看到，你们是在媒体上看到那个灾区的状况，但可能在座有些朋友自己的家庭或是亲友也遇到了同样的状况哈。那种浩劫的状况，其实你目睹了以后会有一个。我自己觉得心里要找到一个更大的力量去支撑它，其实蛮困难的。那我就把这个作品就放在我的电脑桌面上当桌布，每天看它。意思就是说，世界上会有一个更大的变化。其实就是我们眼前看到的一个大地震，是几十万的房屋倾倒、半损。可是其实世界还有一个更大的毁坏在等待我们，那心里会稍微好过一点。那这大就是文学，你会发现它有一种非常神奇的力量，那来自于它跟艺术之间某种巨大的关联。那我们在讨论文学作品的时候，经常要么就是重形式，要么就是重抒情，然后那这两个之间怎么去调和，其实一直是所有艺术创作者最在乎的事情。那但是有的形式玩完以后，大概就是玩一次而已。比如说像我刚刚讲那个时钟上面四个字，然后会动，对不对？那谁再玩一次，大家就觉得它还蛮无趣的。做艺术创作永远就是这样子，对不对？最近好像网络上面年轻朋友有一个争议，对不对？就借人家抄一下会怎样？干嘛要吵成那么厉害？就是有人在笑，应该都有看到网络上吵成一团，还要到法院按铃声告，对不对？要告来告去。那就代表说，艺术上的创造很有趣，形式的突破的创新性，其实就代表了这个创作本身最珍贵的那一个部分。先不管写得好不好，形式上有创新就赢了，是不是？先赢了一半，好，那这个大概就是这样子。那可是真正好的东西，常不仅仅是形式要有创新，更代表是它背后的那个情意情感是很饱满的，这个创新才能够真正的完成。所以我举个例子来讲，比如说我们会看到詹冰在1967年写的这首诗《水牛图》啊，那《水牛图》这首诗到今年为止，我都觉得它的意涵还没有充分的被台湾人真正的理解。表面上他画了一头水牛，是不是哈？两只脚，脸是黑的，是不是？啊，那真的像一个牛头啊！啊，那你仔细读里面的诗行，又可以发现非常像只是一个
小学老师在教物理学或教自然科学，是不是？他说那个摆动黑字形的脸同心圆的波纹就持续的扩开了，等波长的横波上，夏天的太阳树叶在跳妞妞舞，水牛浸在水中但不懂阿基米德的名，脚趾的小花花之间一直吹过思想的风。这个诗的前半段都在讲，很像在讲自然科学，是不是？好，水牛踏进了水里，就会有等波纹的同心圆一直在扩散。然后那个阿基米德原理大家都知道嘛，哈、哦，你点头我就问你，就说好，不要闹了哈、哦。那怎么解释阿基米德原理最简单？是不是这个小丸子的阿公解释的最好？就是哦，泡进浴缸有多少水会跑出来啊？就是阿基米德原理。那所以水牛踏进了水田里，是不是啊、哦？有多少的水溢出来？就是这个是一个有趣的物理的代换的现象。那可是真正的重点在后半段呢、啊，意思就是说。在前半段江彬完成了一个形式的游戏，后半段他在讲台湾人的悲哀，水牛曾在泪中的眼睛看上天空白云，那以复位反出寂寞，倾听歌声产生以及无声之声，水牛忘却炎热与时间与自己，而默然等待也许永远不来的东西，只等待等待再等待。水牛到底在等待什么？那或者说他写的如果不是水牛呢？他写的如果是台湾人，在1967年的台湾还是在一个高压的政治统治底下，台湾人也许一直看着晴空的白云，一直在等待一个更自由的、更民主的环境。但是，台湾人经常是朴拙的，是不是哈？经常是劳动的，经常是不善于言语或不善于争执的。啊，那这个在1967年的时候，他写下这首诗的时候，我觉得他绝对不会单纯只是要玩一个形式而已。各位可以发现哈。多半的解释水牛图的时候，都只有解释到啊，你看这个形式很好，讲到一个水牛一直寂寞的等待在等待。可是你如果更仔细去推敲它背后的抒情意味的时候，你就突然发现它永远在谈的东西，可能不仅仅是这样子的一个现象啊。那所以我想讲就是说，我们在形式上会看到什么，又会在内容的抒情上看到什么。那这几年就变成是我自己在学术实践上面很有兴趣的。我花了非常长的时间，6、7年的时间，一直在研究香港跟台湾现代派的形式怎么去做各种的创新，也在了解背后他们到底想要说什么问题哈。那在这个过程里头，我们可以上街接到像毕卡索啊、像阿尔普啊、或杜象啊、达利啊这些人，他们对我们艺术创作跟诗学创作的影响。那所以，我跟我另外一个博士后的研究同仁哈，王文仁，我们就不断的在写类似的论文，从2024年开始的清新画坛，一路讨论到今天的数位文学，在每个过程里头，你都可以看得到。我觉得这也是提醒我们创作者，如果你对于诗的创作有兴趣的人，不要只停留在诗的这个领域里头，你一定要跨足到画，跨足到雕塑，跨足到装置艺术，跨足到现代音乐里头，你要去理解。正在变迁的艺术环境是什么，你就有更大的营养在形式上面去寻求更多可能的突破啊。那所以像我昨天还很就我觉得我自己有点像个孩子嘛，昨天还去买那个 VR 的眼镜，在拿着手机在玩，是不是啊？那各位就是说、那你为什么要买 VR 的眼镜在玩？我想端午节的写首诗给屈原好了，做成 VR 对不对？我投江了，是不是在投江里头看到一首悼亡诗，我就会想这种好玩的事情，各位理解我的意思吗？就是说，好，那糟了，这个形式又被玩完了，你们要比我快就可以发表这个作品，我把概念透露出来，那你就可以发现说，是不是诗永远可以用各种的形态存在？那我们其实应该去理解更多的美材，那这个是我觉得对于诗创作来说是非常非常有趣的事情。好，那今天不会一个一个说，大家就简单的来讲，所以你可以看到这是东方画会当时夏阳跟季璇他们一起努力，所以台湾的现代派从来也不是只有季璇一个人的努力而已。那在这个努力的同时，刚好对岸发生文革，是不是？所以我们发现台湾为什么很重要，香港为什么很重要，或美国的汉学研究为什么很重要，这几年慢慢的被挖掘出来，很重要的原因在几个啊，例如说新雅书院在香港办，那这个很重要啊。所以你可以看到徐副官、钱穆，是不是啊？你可以看到这些唐君毅他们在香港把这个中华文化的命脉延续下来，没有他们就没有今天这么深厚的中华文化的根底。我永远记得唐君毅一直在讲那件事情啊，他的意思就是说，
花果飘零，零根自植，就是说文化的花果会被摧残，是不是？那你的人不管在哪里，可是这个灵根会自植在每个人的心里头，种子种下来就会开花结果。台湾当时也保留了这样子文化的特质，所以我每每看到现在可能为了一些政治意识形态的争斗，要去把我们已经拥有的这些非常好的文化要去丢弃掉的时候，心里头其实都感到很痛心。可是没有关系，很多很多中学老师，我经常在帮高中国文老师做各种的培训或上课的时候，我怕不怕？我就说有什么好怕的？纵使最后剩下我一个人，我也相信那个灵根会放在我的心里。各位理解我的意思吗？政治永远不会毁坏艺术的美。我们永远相信这件事情。可是我们做创作的人，永远不要跟着政治的风向走。不管政治的风怎么吹，我觉得那是他家的事。你可以把你的政治实践当一回事，千万不要沾染了你的艺术。好，那我觉得这个是一件事情。所以在70年代的时候，有个汉学家非常非常了不起，叫陈士祥。这张照片为什么要裁掉？因为旁边是杨牧，杨牧旁边是他第一任的妻子啊，陈少聪。所以我通常都不会同时放这三个人的照片，免得害杨牧老师不高兴啊。那陈士祥当时在 UC Berkeley 对不对？他就写了一篇文章，他想提醒世人说。也许文革天翻地覆，中国的文化最后就在那一夕之间整个被摧毁掉了。可是他想告诉世人一件事情：中国有一个文学的美，是全世界还不理解的。那个美就是诗，那个美就是诗。因为他比较了中国的文学跟西洋的文学，中国的文学最美的就是什么？就是《诗经》以来的那种非常用精简的语言去写作的，包含了巨大抒情的这个文字的系统。西洋的文学最美的是什么？就是叙事嘛。我们读西洋的文学，会发现那个小说的叙事都非常非常的丰美，他们有非常大的小说。我们每次台湾从小长大的孩子，要不现在翻译文学看多了，我们看外国小说都不耐烦的，是不是？你去看那巴尔扎克的小说，去写一个巴黎的街头，男主角都还没出现，一直在描述街道很美，哪个人的门很美，打开这个衣服穿什么，是不是？讲故事啊，讲故事啊，从不讲故事，一直在讲很美，是不是啊？他可以写得非常非常仔细，讲到劳动人的状况，那苦难的人的状况，写得非常的仔细。我们受不了，我们唐诗的母亲节要到了，对不对？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每几句话是不是读得你非常非常的感动？就算朱自清的背影好了，也不太长，对不对？不太长，原因是什么？会说，这篇散文充满了什么？诗意，是不是？我们的文学以什么为传统？中国的文学以诗为传统，以抒情诗为传统。那陈士祥在70年代点出了这件事情，最大的原因，我觉得他是背后看到了这个文化的灾难，看到那个文化要消亡的灾难的时候，他觉得他必须要提醒诗人说，我们为什么今天要谈诗？我为什么今天还要谈抒情这件事情？其实讲的是这个文化上的问题，所以。透过这种抒情会反映我们自身的影像，所以把这个题材渗透到了诗以外的其他的问题。所以唐诗很美，所以很多的这一类的研究的人，大家都认为说中国文学最美好的时代就在唐的时代。好，也有人在不甘心，就会说不会，其实它有渗透到其他的时代，《红楼梦》也都很美啊，《红楼梦》也充满了诗意。那所以你每次听蒋勋老师谈《红楼梦》的时候，你有没有发现？《红楼梦》其实不是那种叙事丰美的小说，它没有在讲曲折的故事。你自己静下来想想，《红楼梦》讲什么曲折的故事？没有吧？不太多，对不对？讲了100多回，然后其实细细索索都在讲什么人情嘛，讲人跟人的情，是不是？那种细节的部分藏的那样子的各种的怀念，各种繁华消亡后的那样子的一个残存的温度哈。但是这个大家就是我们会看到的，所以这个系列大家有兴趣就可以再去找来看。例如说汪德威老师最近谈的《友情的历史》，郑玉老师谈的这个题目非常有趣，叫做《隐替连累》，谈的就是说，其实我们的文学本身并不仅仅是文学，我们这一代人要传承下去，其实应该是附着在我们文学上面更重要的那个部分。也就是说，为什么一个如果用诗教作为一个重要的指标的话，你可以发现在我们今天最重要的是什么？就是我们其实学诗的人，或者是学诗的家庭，或学诗的学生，
孩子之间跟长辈之间的沟通，或者是我们彼此之间的沟通，话不用说得很白，大家都可以懂啊，越了解的意思啊，就是说我们可以用一个很简单的意念，然后作为一个沟通的意向，做一个沟通的方式，或者用一个象征做一个沟通的方式，而彼此在一个文明的理解底下，不用撕破脸，是不是啊？所以隐僻连任基本上来讲，不仅仅是文学，更是一个精神的教育或是身教的一个部分。好，那香港教育学院的陈国琼院长，他文学院的院长，他提到的就是他认为诗当中包含的这种亲民家国的概念，更是我们去理解诗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好，所以也许我挑几个例证，是我创作之前我觉得对我会造成影响的例证。好，例如说我们会看到在70年代的时候，台湾的艺术家很困苦的正在挣扎，正在希望找到形式上的创新，所以大家都如果读台湾文学就会知道啊，所以现代派的热潮快要结束的时候，创世纪接手了，用超现实主义接手了现代派的温度，是不是啊？那于是就创造了台湾文学非常长一段时间的艰涩难懂啊，大家都会这么说嘛啊，就是说所以他很艰涩很难懂，那我总要为这一群创世纪的老前辈们做一些辩解，是不是？因为没有别的原因，我也编过创世纪2年半，我经常和这批老诗人一起喝白酒，美好的时光已经过去了，他们现在都没办法跟我喝白酒了，他们都好老了，都已经90几岁了，这样子啊。那所以我度过非常惨但悲惨的时光，人会胖都有理由，都会找借口。那为什么会胖？就是你像看我到前几天跟洛夫叶伟连锦吃饭的时候，他们还说每次那菜剩下一点点的时候说，哎，年轻人你最小你吃，我说我都52了我还最小，没办法，每个都是我父亲，都像我父亲的那个年纪一样，是不是？当他们年轻的时候那么困苦的时候写那些看不懂的是为什么？因为时代不让他们说话嘛，他们每个人都失了根，每个人都从大陆来到了台湾，是不是？那我听过那个影帝他们讲伤情还在的时候，一起我们吃饭的时候讲，他就说在金门当兵，一个同事非常热爱打篮球打排球，那这种就是体育健将哈，那你就要经常去借篮球出来，会不会觉得很烦嘛？每次借了都要还，所以就把借来的篮球跟排球用一个网袋放在自己的床铺底下，结果刚好说什么蒋公要来前线视察，然后就检查内务，所以你为什么床底下有这么多球？难道你是要抱着球潜逃到大陆吗？所以这个同事就被关到绿岛去，是不是？那我们现在听说啊，好夸张哦，是不是？可那个时代是什么？那个时代是一群溃败到台湾的这些政治人物已经完全没有信心了，所以对于任何可能会威胁他们的人，我们都要怎样？我们都要去很谨慎。所以最近有一群大学生都在玩那个什么渔港基隆啊什么的，讲228的时候，国民党的对基隆的一些这个政治异议人士的屠杀嘛，哈。然后我觉得要唤醒大家对于这个中华民国政权统治的一个正当性的挑战，是不是哈？那我看到这样的讨论的时候，我就会跟我的大学部的同学说，这讲的是历史的一部分嘛，哈。那我说另一部分是，那你知不知道他们杀的人都在抗议国民党什么事？啊，不晓得，因为被杀的很多人都是主张共产主义的啊。读社会主义的书啊，读共产主义的书啊，主张中国当时立即要统一，军事统一哦，就中国当时立即军事统一我们，是不是？然后我问他说：“你们不是那么讨厌中国吗？怎么会那么同情这些被杀害的人？”更没有发现意识形态的蒙蔽，有时候不是很可怕？它可怕的原因是根本没有要让你看到完整的真相，所以那种恐怖有一个部分很大的部分是来自于这群诗跟人的畏惧，是不是？对前程的害怕。所以张兆堂之前并没有那么的超现实的，在这样子的一个活动，当时办了一个第一次现代艺术季的时候，他说艺术已经逐渐成为唯一的也是绝望的方法了，对不对？好，我说你有火吗？那他的这个作品的真正刺激他的来源是谁？是洛夫。好，那洛夫就说了，他说揽镜自照，我们所见到的不是现代人的影像，而是现代人残酷的努力。这句话非常的有趣，他想告诉我们说，其实我们的现代派
之所以不断的去挖掘内心很大一个部分的根本的来源，并不在于我们要像西方的现代派那样去追逐在一个现代的工业文明或商业繁华底下人的心灵的空洞或疏离，各位理解吗？西方的现代派是这样来的，大都会嘛，是不是？大城市嘛，每个人在鸽子笼的格子里头办公，是不是？所以情爱的疏离，对不对？人跟人的冷漠，邻里的关系的崩解，那这些种种的造成现代人的一种冷感的时候，所以有了西方的现代派。洛夫想告诉你的说，你以为我们谈超现实主义是这样来的啊？错了，不是的。我们写诗是要对付这个残酷命运的一种报复的手段。例如说，这个残酷命运发动了战争，这个残酷命运让我们离开了家，这个残酷命运让我们连想家的权利都没有。母亲节想家，能说想家吗？能说想妈妈吗？你说想妈妈，你就等着去绿岛，是不是？你还怀念你的家乡吗？谁不会怀念自己的家乡？谁不会怀念自己的母亲？可是那一代人所有的这样的怀念都必须要怎样？藏在晦涩的意象的语言的后面，是不是？所以各位回头去看那一代的诗人写的诗，怎么会看不懂？我觉得看得懂，你懂他背后的情，你就懂得他的诗所有要隐藏的东西的情感是什么。所以一个没有头的人瞻望的远方，被框在一个框框里，是不是？张兆堂的这个装置的作品大概就讲到那一代的人的整个的心灵的荒芜的状况。那同样那个时代，另外一个现在被年轻人很不喜欢的诗人叫余光中。那我觉得我这人就这个个性，你越不喜欢我越爱谈他。那我越爱谈他的意思是说，你为什么不去看看这个伟大的诗人在那个年代为我们立下了什么样的难以跨越的一个障碍，一个界限，这样子。那这个人很了不起的地方在哪里？就是当所有的人都在谈西化的时候，于先一个人拦住了所有的人，他跟洛夫吵架，天狼星论战，他说你不要再写那些晦涩看不懂的诗了，你要回到我们的传统里头。那这个传统里头他就讲说，这是一个什么回头的浪子。可是在这个回头浪子的解释里头，有一直有很多很奇怪的说法，说那于先就是一个古典派的，或是一个保守派的人。那我进一步的在最近做了一个系列的讨论里头，大家都可以发现，所以所有的人都用这个名词去说于先，说于先是新古典主义者。那新古典主义讲的是18世纪在罗马发生的艺术流派，以复古跟英雄的歌颂为主，这是于先吗？我们讲于先的新古典主义都会讲他把宋词的那些美好五代的美放到他的联想里头，是讲复古跟英雄故事吗？根本不是，你会发现台湾的诗学都是鬼扯的哈。然后，对啊，跟着鬼扯，然后我们一路鬼扯到高中、国中啊，对不对？都照样在讲这些古典主义啊，是不是？所以我不是常跟大家开玩笑，我说我的孩子一个那时候一个读高中，一个读国中，跑回来家里说：“哎，爸爸，你是创世纪诗社？”我说：“对啊。”他说：“那你是横的移植还是纵的继承？”我说：“我卡在中间，两个都有。”他说：“怎么可能卡在中间？老师说只有一个。”我说：“没有，只有一个，我就卡在中间，我两个都有不行啊。”那这就很好笑，对不对？就是说，你就发现那种不用功跟那种二元化的事情，怎么样的多么可怕哈。所以，你以为于先想要写的是那些古古板板的古典文学改装的平衡车的现代诗吗？不是的，他心里头想的那种回到中国古典是长这个样子的，美不美？美不美？美不美？是以抽象的形式表达中国的古典的美，是不是？为什么要谈月亮的蜕变？1970年，因为美国整天要登陆月球嘛，太可恶了，破坏我们对于嫦娥的想象，对不对？使我们吃月饼的时候想象的都不是玉兔了，是不是？然后想象都不是嫦娥，实在太可恶了。美国人破坏我们对于月球的想象，所以没关系，他破坏他的，我们画我们的月亮，对的话。所以当时这种抽象的月亮的绘画非常的多，不信你去看李希奇，李希奇也有一个系列的画都在探月嘛，
那这种探月的讨论大概都是从这种古典的想象来，它的水拓法的画。所以你如果去回到余先生的同一个时代，你去看它有两种声音，绝对不要忘记它的这两种声音是多么的对立。这也就是余先生，其实我觉得他虽然白哦，他比不上杨牧的那么深，文字上面的深奥是不是哦？他不是不能，他做得到的哦。他不做，但是他在那个年代展现了两个巨大完整不同的风格，一个是用了垮掉的一代或叫疲惫的一代的那些人的那种反战的作品，他写敲打乐，写在冷战的年代，记不记得？战火在远方，还好我们在床上，是不是？还记得那个诗，是不是？他用一个非常参差对照的方式，讲到肉体感受到真实的存在，以及战争荒谬时的人的生命的消亡的那个状况，到现在还是台湾最好的反战诗嘛？那种虚无的抗议的那样的精神，那是非常非常现代派的，非常非常西方现代派的。可同时同一个年代，他写的。连的联想是那么的宋词的，就是那么的古典的。那你觉得连的联想是反现代派的吗？不是啊，他在我们的现代生活里头导入了什么？在我们的现代生活里头导入了东方的思维啊。所以余先在六二年都还说回到东方很好，忘掉现代不行，是不是？他还讲说，那能不能把这种魂魄附在东方的玄学的魂魄附在现代上面，然后形成一种凝视主义的美好。那这个他讲的就是连的联想那样子创作的来源。所以经过这样的整理，各位理解吗？我想讲就是说，我反对很多人的讨论的方式，说现代主义美学是消亡的，一直都没有，就是现代主义的那种美好的。往心灵的探讨现代人生活苦闷的这件事情，其实还在每个人的身上。那纵使你用的方法是非常像翻译式的，或者是纵使你的书写里头会动员到比较多的古典文学的意象的，都不代表你就是距离现代主义很远了。那这个大概是一个我觉得我想讲的。所以我后来大概也花了一点时间做数位文学的研究跟尝试。那我想讲的就是说，我们会看到很多比较数位媒体的发展里头，你看到的还是那个形式的前卫里头背后有的这种抒情的风貌。那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作者，叫曹志廉，然后他的一首诗吧，叫《唐初温柔海》。那各位可以看他用非常古典的文字去写的这个作品，是不是？就是多变才是大海，花瓣冰藏凝固颤磨的真心，痴心船航向冰山，倾覆温柔。每一个句子都非常非常的深刻。那它的展现形式其实是这样的，如果你在你的荧幕上看起来会更细腻哦，更美，你会发现每个字都很漂亮。好，那他也做了很后现代的方式，因为今天没有要你们猜猜看他在做什么。简单来讲，这一组作品是抒情性更高的，他没有用任何一个叙事的方式，他不停的用那个正体字跟繁体跟简体字的对照，对不对？可你仔细去看，你就可以发现这个对照的字词中间，其实在抗议简体字的这个政策对于文化跟对文字的美的怎样的伤害，是不是？
所以艳阳你就知道讲的就是中共了，对不对？啊、哦，商礼就是这种文化美好的商礼变成一个梦魇，把它被简化就变成这样子，对不对？然后还有真正的写实吗？还有真正的累吗？是不是？还有真正的复杂吗？是不是？他甚至认为这是一个文化的灭种的行为，是不是？哦、变态，是不是？哦、所以什么是艺术、哦、你再也看不到真正的那个正体字的艺术了、哦、那所以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你要去追到这样子的一个内涵的时候，最严重的控诉大概来自于像龚鹏程，是不是？龚鹏程教授他就会觉得说，我们所有的现代文学都不是真正的中国文学，就是我们用白话文书写的文学作品里头没有追到中文最核心的那种美，所有都是偷学西方，模仿西方创造的一个形式框架的山寨版文学。所以他控诉整个现当代文学不值得一看，费不着那么大劲去花时间研究、哦、意思就是说我们只要研究清朝前的新就好了、哦、清朝以后新就当不存在就对了，那都是一堆山寨版来的文学创作、哦、想想有些东西也是啊，是不是？你可以发现那胡适的诗不都是偷偷用翻译的方式假装是他的创造吗？那早期的很多的戏剧都是模仿易卜生啊，是不是？意思就是说很多是山寨的东西、啊、我们到现在很多小剧场都就是西方有什么我们就稍微改一下变成自己的，对不对？我们的现代诗也把意象改可以变成自己的啊，是不是？好，那这种东西就是你可以发现说这个东西真正的深刻不是仰赖某一种虚构的，就是说啊，因为我用汉字啊，或者是我保留了某种古典的东西，我就代表了这个中华性。我觉得还是要回到那个内在的结构跟机理去理解、去摸索。所以，如果就我自己阅读来讲，我大概就会觉得说，每位大家都对创作有兴趣，才会听今天这个讲座嘛。如果你对创作有兴趣的话，你一定会帮自己设定一个很高的目标。那人是谁呢？好，那我偷偷讲了，那我设定的是席慕容。好，那你会有一定的高度，对不对？那我设定的是郑愁予，那你也会有一定的高度。那我们常跟唐军都开玩笑说，那假设我们设定的目标是诗神杨牧呢，那你就累死了，对不对？你回头读杨牧所有的书，你就可以知道杨牧学问多大，杨牧每个句子斟酌出来的时候，他背后的想象是什么。我们最近办了一个杨牧的一个朗读会吧，然后我当主持人，然后我就发现，糟糕了，因为那个大家都不会谈这个诗的背景是什么，所以我主持人要花时间先把每首诗搞懂，然后很简单的用差不多一分钟开始介绍那个节目出来的时候跟大家讲这不是在讲什么，你会突然发现说太恐怖了，就是杨牧老师的诗每个作品里头都有非常复杂的文化因素啊、思想的因素或者是一些古典文学各种的意象，大家都看不懂的啊，所以那我们就要花时间去很简短的告诉大家这是什么。那这是仰慕，是不是？那如果你的目标是谁？你的目标是英国的诗人奥登呢？是 Eliot 呢？是不是？好，那你大概就会把你目标越设越高的时候，那你就可以发现说，那个追那个魂的过程是你创作很重要的一个历程啊，是不是？所以，当然我们只能透过创作跟各位做交流，不可能透过阅读啊。那当然。我如果有更长的时间是在我的课堂上面，我们东华有教创作的课程，诗创作、小说创作都有，所以你们也如果有听说的话，大家都知道吴明义在他的小说课，他永远跟他的学生讲说，如果你的目标设定是我要超越张大春，对不对？啊，这就跟我们小时候一样，小时候说妈妈，我说你打算这次月考考几分？我打算考90分，那通常成绩带回来都是70分，你要打算考100分，你才会90分啊，是不是啊？这一样嘛。所以林毅老师都会说，跟他的学生讲说，你千万不要把你的目标只设定在张大春、朱天文、朱天心啊，对不对啊？所以他自己，我想他设定的目标应该是马奎斯吧，是不是？是更高的这些作家哈。所以我想是追一个内在的魂的部分。所以对我来说，我自己之所以想写作，然后写得很缓慢，可能出一本诗集要10几年啊，到现在一辈子出了2本诗集，
那但是我自己对自己很诚实嘛，就是别人说我每一首词写出来都是因为我很有感受，对不对？哦，或有某种悲愤或某种情感，我才想写这样的作品，所以发愤与抒情，大体上来讲，我觉得是我想做的事情。所以距离我前一本诗集到这本大概19年，我花了19年的时间慢慢的写，慢慢的磨。那我讲这是对自己的一个想法。那另外一个想法很重要的，大概就是说，我不太想再用过去的方式谈自己创作的想象。因为有的人很讨厌嘛，就变成说，因为我做过台湾最大的文学网站，最早1996年开始做诗物那个网站，到现在大家还活着，对不对？政府不给钱，我们想尽办法让他活着，让大家可以查得到他的资料，是不是？哈，那所以讲到我，大家都说我是一个数位诗人，很烦，你知道吗？就是说不管你这个人后来做了多少其他的努力，别人就不管你了，对不对？哈，标签下去就不肯拔下来。所以对我来说，我也不觉得我是创世纪诗社的成员，所以我就一定是横的移植，对不对？我觉得我自己开始写作的过程里头，如果各位有阅读过，反正我的作品在网络上都可以找得到。我第一本诗集是《雨丝》啊，我花了非常长的功夫去写孔子，写南阳刘子骥，是不是？写《桃花源记》里的一个不相关对的不重要的人。我觉得对我来讲，传统很重要啊，传统没有比什么来说更重要，对于写作的人来讲啊，所以科技跟传统之间的关系应该不是对立的啊，但在内涵上是怎么样的？所以我今天的讨论到最后，我也许读一些诗给各位听的时候，大家就可以发现说，我觉得只有现代主义跟古典的双重视野里头实践了某种抒情传统的意涵，这个诗才会在形式跟意涵上去完满哈。那这是我现在住的地方，也是我以前住的地方。台北还有这样的地方吗？地址记一下哈。我不说我家门牌啊，罗斯福路4段119巷。可以去玩哈，非常非常好玩。到现在还长这个样子。我们刚开玩笑，台北的吊锦里，公馆啦。啊，宝藏岩吗？不是宝藏岩，不是宝藏岩，宝藏岩旁边，对，附近，宝藏岩是靠的河，我们是靠的山，我们是靠的蟾蜍山，蟾蜍山的山脚下这样子啊。当然这边的已经不见了啦，这边的已经被拆掉了，可是这一片都还在啊，就是到现在还长这个样子，真是不简单这样子啊。它是一个空军的眷村，然后那有一群台大的学生现在努力的。跟文化局希望把它保存下来，然后那每次都要拖我出来做这个社会运动，我就不肯，因为我们家在这边，然后后来当然因为眷村改建的关系已经离开了，那你离开了又还说原来的房子要保存，真是有点贪心哈，就觉得不好意思出来说什么，所以我小时候的在那个砖房前面的照片哈。对，到现在留着看都觉得非常非常的有趣。那所以我有一天想写我的父亲，所以我父在给各位的讲义里头应该有一首诗吧，好，是陪父亲听时空展，是不是？好，那也可以偷偷跟各位讲，就是这首诗其实是主任拼命的翻拿后面的。有找到了吗？有18页哈，好，我们可以看一下这首诗。那如果你们有兴趣同样去找类似的作品的话，那个我非常非常喜欢有一个诗人，他并不是那么有名气的哈，然后他写了类似的作品哈，那突然忘记他的名字，真叫他，那假装不记得好，就讲自己的诗啊。那我就想说，那如果要写我们家自己的大江大海1949的话，你会怎么写？啊，你只能用一首诗的方式写这件事情。那我觉得我可以做一个动员，是不是？啊，那现在动员我可以做写文学的，就是你可以去做很好的场面调度嘛。你可以写战争，是不是？啊，你可以写战火。可如果你只写一个战争跟战火，写我父亲。
那一个时代的事情，我觉得还蛮无趣的哈。所以这首诗我就可以用比较拼贴的方式，我可以拼贴一个三国的空城计的场景，到1949我父亲战败到台湾，到我父亲年老的时候在听空城计。我终于搞懂为什么他老爱听空城计，因为他每天做梦都梦到自己打输，是不是？每天做梦梦到自己在逃，是不是？哈，就是李九的意思，哈，就是说，就好像说，也许哪一天很无聊的时候，在写首诗叫什么《四郎探母》，你就知道那国君为什么你就要唱《四郎探母》，因为想妈妈不能说啊，只有杨四郎运气特别好，可以回家看看妈妈再回去啊，就李九的意思吗？那就戏早年在台湾是禁的，是不准看的，对不对？不让大家想妈妈的。后来想想，算了算了，给你们看一下嘛，老总统悲悯吧，这样给你看看四郎探母，你不觉得很有趣吗？就某个时代里头有某一些戏剧的符码，它其实如果你放到这个文学的脉络里头，它是很有趣的哈。那这个空城计的时空展的三个情节，把它放到一个诗里头就会很好。那就是我父亲的照片，父亲。啊，很高，他180公分，所以那个戏服都会比较短，有没有？就是会露出那个靴子这样子。我父亲180公分高，我哥哥186，我家每个小孩都180几，我才177。大家说你很高，我说不高，我说我们家最矮的。那我父亲个子非常高，唱孔明，然后他到现在脑子里大概几百出戏吧，就是那个广播一打开，他就可以告诉你。听两句就可以告诉这是哪出戏，然后跟着唱可以讲故事给你听。那他那个，我们常常讲全家最聪明就是他嘛，可是全家学历最低就是他，因为战乱学历低。我们家他很烦，他很可怜。我们家两个儿子两个媳妇都大学老师这样子，他压力还蛮大的哦。可是他不会啊，不担心。你问他什么，他都可以。就是中国的历史，历朝历代哪一个君主，什么封号，对不对？然后甚至那个君主的名字叫什么，他都记得一清二楚，非常可怕的聪明人。那他也非常的寂寞，中午还跟他一起吃完饭才来的，就是这个记性很好，就是空城计。各位有空可以去看看这个段落。那所以我读一下这首诗给大家听。那就陪父亲看时空展，陪父亲看时空展，在马术立下绝命的军状，昂首走进史册前，来不及惋惜，我已屈从于昨日加班的辛劳，睡倒在沙发上。梦中犹是光棍的父亲羽扇纶巾，站在满天烽火的城楼上，身后是和他一起溃败渡海来台的弟兄，面前是如逃跑般落在平野的刀光。锣鼓点一声声把恐惧折叠在十来色鹤场中，谈笑间以一张琴席比众人耳中亡灵的哀嚎。父亲把滴着血的剧本一把给拧干，抛给战后出事的我。我捡起脚本，跑着龙套，望着退却敌兵的父亲挥去满脸的惊险，急忙调兵遣将，张罗柴米油盐，与海岛上不共戴天的偏见含沙，废弃一座空城建筑新的城乡。我抛开脚本，跑着龙套，贪婪地捡拾战利品，全副武装后成为蜀军的逃兵，在风中依稀听见久未票息的父亲唱道：闲无事在敌楼，我亮一亮琴音，哈哈哈，我面前缺少个知音的人，过门中加小我一级，司马懿还来不及唱西皮原版，我让父亲的寂寞给敲醒。那我想这首诗大概就是你大概理解我们这一代的人已经被影像的媒体可以训练得很好，我们可以很快的剪接，对不对？可以跳嘛，对不对？可以一直跳在那个时框的片段里头跳，可是串起来你不会看不懂啊，还好吧，没有太复杂哈，那个意识流没有太复杂，是不是？第一个状况是有一个人在一个电视机前面睡着的人，电视里面在演时空展，然后可是梦到是那个父亲在跳戏，是不是？可是他跳的戏好奇怪啊，是不是？这个跳的戏有点奇幻，是不是？是一个战败的戏，是不是？这个战败的戏其实就是透露着那个1949年所有的问题。然后呢，到了台湾之后，他建立他的新家园，是不是？他建立的新家园是穷困的啊，
然后经常在讲说，政治上的意识形态的偏见常会让老人家非常非常的痛苦。对，那老人家的痛苦是什么？就是我们家一直非常非常的穷困，是因为我父亲虽然是那个在部队里头从做小兵开始，一直最后是校级的军官退伍，可是我们家非常的贫穷，因为我父亲没有别的长处，就是干净嘛，就是别人配宿舍就永远配不到他这样子哦。然后我们家就住在一个非常烂的房子里头，然后就是不富裕啊，不有钱啊。然后到他知道他自己父母亲过世的时候，他前年讲的都难过，就是说就是没有机会照顾自己的父母亲，他家就他一个孩子，他到了台湾来，父母亲过世都没办法照顾父母亲，所以当他知道父母亲要迁葬的时候，就和我妈妈两个人就到了湖北去，把我祖父祖母就的骨灰就捧回了台湾。那为什么捧回台湾？因为他知道他是台湾人啊，我父亲知道他是台湾人啊。可是每次选举的时候，那个都会有一个党跟他讲说，你滚回去吧，太平洋没加盖啊，自己跳下去就好了，这样子。他就会气得一直发抖。那我就一直跟他讲说，你有什么好气的？人家不是在讲你，是不是啊？人家不在讲，他只在故意骗选票而已，不要紧张啊，没有真的叫你跳，不会叫你跳，不要紧张啊。那人越老越容易激动吧，哈。那所以我常常讲，他其实建筑了自己的一个新的城乡，要什么时候才会让人家知道他也是这样子的一个人啊？所以每次他到灵骨塔去看我的祖父祖母的时候，其实现在那灵骨塔我都弄得很干净嘛，漂漂亮亮的。然后那个就是懂情感的人跟不懂情感的人就差很多。那我女儿就发现了这件事情，跟我两个人发现，然后其他人没发现。我爸爸去的时候就会拿起自己的手帕，在自己妈妈的那个牌位的前面去擦那个牌子。我大嫂就会在旁边说，爸，那个很干净啊，干嘛擦？他一辈子没有办法孝顺自己的妈妈，对不对？他只有这个，每年就只有这个时间来，对不对？跟妈妈表达一下他的亲近嘛，是不是？然后我跟我女儿在旁边就一直掉眼泪，一直掉眼泪，然后就看到我大嫂白目，就是说很干净啊，不用擦。各位理解啊、哦，这个就大概就是说，那种情是什么，对不对？那你的同理或是那种同情在哪里？所以可能就是说，这样的一个作品里头，其实想讲的大概就是说，怎么讲？就是说，你可以看到在戏文里头，这个孔明站在城楼上，他说：“我面前缺少个知音的人。”啊，你如果做戏曲研究，你就可以知道那一段孔明唱前后唱了什么。他在那个城楼上面看到大军逼近的时候，他说：“江上文王访江上，周氏复兴嘛。”啊，他意思就是说，他是一个有才的人，他多么有才，他觉得自己好比是像那个周朝有没有建立周朝的那个江上姜子牙一样，是因为有贤君来隆中，对不对？和隆中对。去卧龙岗看了他以后三次，所以他才有机会使得这个积弱的这个蜀能够建立起来。可是他觉得很悲哀啊，为什么很悲哀？因为懂得他的那个人已经怎样，在白帝城已经战死了，对，已经气死了，是不是？就刘备也死了，他面前缺少个知音的人。他并不是并不仅仅是在讲那个即将被他骗的那个司马懿，对不对？他接下来不就弹了一首曲子给司马懿听吗？听完以后，他听了半天，司马懿就还是被他骗了嘛。所以司马懿是他知音的人吗？不是，是不是？然后那个懂得他的那个明君呢，也不在了，是不是？你就知道那个站在城楼上的人是多么多么的寂寞，是不是？那这个寂寞和我父亲的寂寞又很像，是不是？因为他每天在那边看时空展的时候都想有人陪他，可是有人能陪他吗？对，每个孩子都忙得跟鬼一样，就是只有吃饭的时候才回家。我今天中午吃饭的时候回家，我要准备今天的演讲，早上还在那边整理 PPT， 然后快要中午回家的时候，我妈就看到我说每次都吃饭才回来，我心想说还会回来就很好了，开玩笑，然后就想说对啊，你看我们真的是不够体贴老人家，所以
所以好，那明天会包水饺给他吃。那再另外一首诗，我说每个诗人都跟传统会有很密切的关系，我和传统也会有很密切的关系，是不是哈？那我今天给各位看的我的一些作品，大家我都会去把背后的一些我想写作的一些原因都告诉大家哈。那这首诗很有名吧？是雅贤的诗，是不是哈？雅贤的诗言，我想很多人都读过这首诗，我自己二十几岁以前读这首诗，读完都觉得好好笑，都觉得哇，这首诗好幽默，对不对？二妈妈压根儿也没见过杜斯托耶夫斯基，对不对？杜斯托耶夫斯基压根儿也没见过二妈妈，我觉得好好玩哦，读起来就是很像顺口溜一样那样子啊，非常非常好玩。然后那个天使都会嘲笑那个二妈妈这样子啊。那一直到三十几岁的时候，开始读了一大堆社会主义的作品。以后就开始比较有左翼思想，开始对人道精神比较重视，对不对？对，我觉得文学作品大部分就是同理嘛，转换角色，开始懂得转换角色，去更理解很多作家比我更厉害，就我只写我自己，我只写我自己 生存的社会，我只写我自己的社会阶层，对不对？我没有转换角色去理解这个社会还有更多的其他人存在，我写作只是自己用我们学校一个老师发明一个名字叫脑爽，对不对？就是自己脑子里头爽完就没事了，这样子，然后很感动，自己很感动，别人都不感动，对不对？那这然后还怪别人不感动，你怎么不了解我的？谁想了解你，对不对？那这个当然就是这首诗，后来三十几岁的时候读了钟麟老师写的一篇文章，说他每次在课堂上教演这首诗，都会像我刚刚讲到我父亲一样，然后讲到掉眼泪这样子。他就说很感人耶，然后他说哇很感人，我就想找我要去验血了，对不对？人之异于禽兽几兮啊，就是一定是血溢出的问题了。好，那我就很努力的读，对不对？慢慢读就读了，自己现在每次在讲的时候也都会很感动的哈，不是假装很感动，是真的很感动。因为我运气很好，我到东华大学教书的那一年，我们的助教都是雅贤，真的很好命哈。我反正我就是很好命的人，没办法。我可能之前没有跟大家讲我多好命哈。我大学是学法律的耶，我是东吴大学法律系毕业的。我研究所读政大新闻所，硕士博士都是。我硕士论文是写营业税法，先免税哈，对媒体的言论自由造成的影响。我的论文都写得很好哦。我的博士论文是写不实广告的，公平交易法第21条，一个条文我写了厚厚的10几万字，拿到博士学位，所以。我如果没有到中文系教书的话，就会知道我不是 NCC 的委员，就是公平教育委员会的委员。结果现在都没有 做政府官员，对不对？每天在这边讲师哈，我生命自在就在这里，我一点都不想去政府服务，我比较喜欢读文学作品。然后竟然在我毕业那一年，我可以到中文系教书，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呢？好，有空下礼拜再慢慢讲给大家听。好，那我就很幸福的去教书啊，教书以后，然后我们的助教作家第一年是。仰慕第一年对我的院长是仰慕啊，然后我最后主要是雅贤啊，然后第二年是黄春明，然后是施淑清，反正每个重要都精彩不了，庄林啊，庄英先生，庄信正先生啊，所以每个都我们都有时候他们很寂寞嘛，我都会做菜给他们吃，我很喜欢做菜，做菜给他们吃，然后陪他们喝酒聊天，那他们老人家都会讲很多非常有趣的事给我们听这样子。那雅公当然跟我很熟，雅公是因为我在创世纪的时候，我们就常常一起聚会嘛。可是到了东华，他讲话当时就一点禁忌都没有。在台北的时候，大概蛮多老朋友的，他不会讲太多往事。那大家就提到写这样的诗的时候，他就讲了一件事，他就说他觉得最好的诗人都是左翼的，我就吓到了。你不是国民党的吗？他是政战系统的啊，对不对？最好的诗人都是左翼的，你为什么不早点讲？早点讲，你不用编联合报了，早点去绿岛观光就好了，对不对？他的意思就是说，其实他一直都在写这种诗啊，只是警总看不懂而已啊。你看他这个诗，他说，1911年党人进了武昌，二妈妈就死了、啊。国民革命有没有使得平下的人们翻身？没有啊。所以前一阵子趋势科技不是办那个向雅贤致敬吗？
我们一群人还在后台快乐，为这两句话快要吵起来这样子。就有一派就说，哎呀，二妈妈不是因为那个革命以后没有得到好处死的啦，二妈妈是刚好正想死，所以就遇到革命的时间。然后我们就说不是这样吧，我跟吴晨老师、吴晨老师，我们俩就说没有，从那个语句的脉络是说革命以后他绝望嘛，所以他就死去。然后那刚好雅公来后台，我们就说雅公，你说对不对？不是对不对啊？啊，我跟吴晨老师其实是少数派啊，可是他支持我们说，对，你们讲法没错，幸福嘛，对不对？作者还在，对不对？时代过了，他可以给你解释他真正想讲的事情是什么。所以这首诗真的是一首非常同情的诗。你看，他说二妈妈没有见过一个俄国的小说家，这小说家如果被杜斯托耶夫斯基看到，他也会写二妈妈的。他是一个最贫，这个体察人道精神，写这个贫穷人底层人的一个小说家，是不是？所以他说，春天的时候，他叫着盐啊盐啊，给我一把盐啊，然后天使就在榆树上歌唱，豌豆完全没有开花。你就要对比到最后一段，就可以发现第一段非常有意义了哈。第二段的时候，清代的盐务大臣在海内走着，他的盲桶里一束早草也没有。哦，这就是写作里头最迂回的地方。他要讲他吃不到盐，可他不是说他口里一点咸味也没有，是不是？他说他的盲桶里的一束早草也没有。雅玄最伟大的地方就在这边，这招学会你就厉害了，可是我们真的学不会了。他只叫了一句话，盐啊盐啊，给我一把盐啊，天使们嬉笑着把血舀给他。天使残不残酷？他这句话其实讲就是天地不仁嘛，天地多不仁，要盐给血，一样都是白色的结冰，可是握到手里会融化，含到嘴里是冰凉，真的很残忍啊！这个天地真的是非常不仁的啊。那1911年革命以后，妈妈却从吊在榆树上的裹脚带上走进了野狗的呼吸中，秃鹫的翅膀里，你就发现鹅妈妈的亡魂就透过了这个秃鹫，在北方的大地上面不停地盘旋着，然后就悲泣地喊着说：“盐啊盐啊，给我一把盐啊！”注意哦，接下来他说：“那年豌豆差不多完全开了。”我们不会写诗的话，就会多说很多话，是不是？那年北方的大地，所有的豌豆都为了它在燃烧，是不是这个意思？是这个意思啊。可他只有说，那年豌豆差不多全开了。你读懂的，你读到这句有没有很震撼？那个画面出来，那种一个扶丧的大地，有没有那种哀怜的同情？全部在，就是没有人同情他，可是豌豆同情他。这就用最近年轻人这样讲的，宝宝委屈但宝宝不说，对不对？这最近很流行，你不知道这个本宝宝，什么事情都本宝宝生气了，吓死本宝宝了，就是哈啊，你可以赶快回去上网查，会出现很多本宝宝相关的贴图哈，非常有趣。好，宝宝委屈但宝宝不说，豌豆说，对不对哈？可豌豆也不直接说，这就是什么？就是诗啊。是不是啊？有读懂了就好感动。所以说雅玄的诗晦涩难懂，雅玄诗真是明显容易懂，而且又非常感人。啊，杜斯托耶夫斯基压根也没见过本妈妈，真是感人的好诗，是不是？啊，好。那等我要写我妈的时候，就因为写完爸就要写妈，不然妈会生气，对不对？我家没饭吃，太可怕了啊。那我想我妈妈应该是武林高手，是不是啊？就写了这首诗送给我妈妈。那在刀光里讨生活，母亲的江湖从来就不在烟雨迷茫的江南，从来不上峨眉武当少林，坚信那儿的斋饭营养不够，坚持日与刀俎激战，以内力震碎你肌肉的筋脉，屠龙刀将华年熏服成丝线，再偷偷加入主材配方，治疗一家的空乏、上火、失恋与高血压。母亲总一个人练功，捞起仙女一如捞起水面悠游的落花。以智大国的雍容不轻易翻动余生，再用乾坤大挪移把山产地带新鲜蔬果收纳在牢靠的记忆体中，江湖规矩先进先出，绝不食言。
当炉火爆香的蒜片青菜正要下锅时，母亲拿起空的盐罐子叫着：“盐啊盐啊，谁让我去买盐啊？”我忙接着模仿他的声音学语说：“盐啊盐啊，谁让我去买盐啊？”是不是？母亲只好偷偷滴下了眼泪，以孤单为晚餐调味。那我为什么要那么大劲，费那么大劲讲一个不相干的故事？各位就可以知道我有哭手到哪学嘛，借来抄抄的什么关系，是不是？可是我不是借来抄抄的嘛，各位知道啊，雅轩绝对不会生气的，就说你抄我的句子，对不对？我要按名声告到你啊，他不会的啊，这是一个传统的研习嘛，是不是？我还不止抄了他，我还抄了谁？我还抄了老子啊。是大国若烹小鲜啊，就是有时候很多大道理都不容易解释，用我妈来解释大家就懂了，对不对？就这首应该送给马英九看，接下来再送给蔡英文，是不是？就是说治理一个国家应该跟我妈妈煎鱼一样，不要随便翻来翻去啊。各位煎过鱼就知道啊，有没有煎过鱼？有吗？煎鱼一定要等到鱼那一面有点快要焦黄的时候才能够翻啊，煎鱼绝对不可以煎一煎就左手边翻过来，左手边翻过来，左手边翻过来，这样子煎鱼会怎样？煎鱼松，对不对？煎有鱼刺鱼骨的鱼松，对不对？根本煎不好鱼。你看这个传统智慧煎最早就煎道德经里头，对不对？道德经老子就说啦，治大国若烹小鲜啊，然后我们就把它放到妈妈的这个厨艺里头，是不是？妈妈教我的智慧，这真的是我妈妈教我的。就我真的跟着我妈妈，从小跟我妈妈在厨房里头学到最重要的就是这件事情，也会反映到我对于学生，对不对？对于行政工作，对于系上或者是学校的很多公共事务上面的理解，那对于国家政策的理解，我大概会觉得是这个样子。那接下来就写给妈妈的诗，所以有香港的老师就拿这首诗到班上去教啊，就这个就很跨越地区的文化嘛，那香港的大学生看了说好喜欢哦，为什么好喜欢？好金庸哦，觉得好金庸，哇，妈妈好像黄蓉哦，是不是？妈妈好像，对他们都想错了啊，妈妈一直在哭啊，好，那就是这样子。那我们当然也可能除了诗里头会和他的灵感来源，可能来自于古典作品，对不对啊？来自于古典的思想。来自于这些以外，也可能来自于很多现代派的内容，对不对？好像蒙德里安都是因为汉品酒店嘛，是不是？巴黎的汉品酒店改装的时候很偷懒，对不对？就把它装潢成这个样子，这是蒙德里安的绘画来的。你们现在有没有发现台北啊，哪里啊，到处都是这种房子？好，那我们就简称这样的房子，就直接叫它魔术方块就好了。你不记得它叫蒙德里安？你就说哦，这个我知道，徐老师有说他是魔术方块啊。那魔术方块就是一种艺术嘛，哈。所以我写了一首诗叫《魔术方块》啊。我们以不同的色彩浮贴在不停翻转的地方图上，脸红着脸，对坚实不分青我的凝望，回身拉上同悲声所起的思念，引申到殷红的蔷薇花园里，经过成一则古典诗里难解的意象。我攀登了好几座摩天大楼的倒影，在矿泉水招牌上的绿洲小憩。在回忆中批阅你欲言又止的眼神，转译成文字的建材，发现你正悄悄搭建一座空中花园。这城市是一个魔术方块，走在颠倒的空间中张望，各自窗子切割过的云朵，任凭封面夹带的雨水不利刃，歌唱诗稿和幻想绘画成未来图。于是我暗暗决心，不再用苍白来博取你的爱恋。当你再次旋转到天体的对面，隔着春日注满绿光的水田，我会珍惜时空歪斜的一刹那，化身千万只白鹭写给你会发光的花朵，让你种在梦中的花蕊，照亮你珍惜不及的幸福。那这个诗里头就很多很多的颜色，你有没有发现啊？就是它有各种不同的颜色，然后出现在里头，然后它是一直翻动着。那魔术方块变成一个意象嘛，就是说我们可能住在同栋大楼里头，每人站一个格子，对不对？然后七楼的跟五楼的只有在坐电梯的时候会相遇，是不是？然后工作的时候就各自去工作了，是不是？那有时候跟亲爱的人更严重啊，是不是？可能在同一格里头工作到了不同格了，对不对？然后每天都很难相聚在一起。那这个大概是我对于现代生活
再重新去理解那个古德里安的那样子的一个建筑的想法。那我们讲超现实主义，通常都会讲说，其实梦比我们的真实生活更真实嘛。好，所以类似这样子的时代，就是会回到自己的梦里头去问这件事情，就是从16岁那年暑假以后，他一直在我梦中的游泳池里头旋转。他和阳光一起坠入池水，飞溅出银白色的笑声，为每一个冷风过境的长夜加温。昨天他走出我的梦，唤醒我，问我：“我还是你永恒的恋人吗？”我沉默不语。这首诗好悲惨，对不对？就是真实的人生里头有一个世界，然后梦里头有一个人一直在绕，是不是哈？所以经常有人讲说，就还好，每次我出来演讲，我太太都不跟在后面。对不对？因为我不是16岁认识我太太，我是19岁认识我太太的。对，所以那16岁出来的那个人到底是谁呢？对不对？哈，那他今天还在早上是不是还在我的梦里绕呢？很恐怖，对不对？有可能吧，是不是啊？就是说，人常常讲说什么诗人写诗一辈子都是写给同一个人的，对不对？你的缪斯可能永远是那一个人。哈，好，我们就初步解释成这样子，免得我大家会有纷争。那这个大概就是梦和真实之间的关系。那所以后来就进一步更写了这首诗叫《凌迟》。那好吧，那就直接讲这个故事好了，免得大家觉得我不诚实。那我绝对跟大家讲，我高中时候认识一个女孩啊，她会弹钢琴啊，然后可是认识没多久以后，她就带着两个弟弟到美国去做那个小留学生。那爸妈也很狠嘛，找她去当保姆。那就牺牲了这个姐姐一生的前途。我就跟她隔着太平洋写信写了3年了，然后写，然后现在信都在我的抽屉里头。写到3年的某一天，我已经大学了，然后她就写信来说，她打算跟她经常照顾她的一个日本的男孩子在一起，然后谢谢我这3年来的陪伴。那我就在房子里头读着她的信，然后一直哭，一直哭，一直哭，一直哭。然后爸爸就打开我的门，看了我一眼，说：“可怜。”然后就把房门关上。然后我就觉得，爸爸，我爱你。你要多说一句，我就一定跟你翻脸，这样子。谁要你关心我？就说一点都不要你关心我。然后这样就分开啦。然后分开以后，然后过了2年吧，有一天，他就从美国回来，然后就突然打电话给我说：“哎，我们可以见一面嘛？”就夏天了。我想说，你把我当什么？对不对？好，各位要知道，日本人侵略过我们的国土，扣押我们的渔船。我爸小时候，我们家爸很有钱的，我们家在上海开纺织厂，被128的炮火，我爸4岁的时候被整个厂被摧毁，然后逃到武汉，是不是？到了武汉去，我爷爷在电力公司上班。偏偏日本人就打到武汉为止，所以我爸爸读伪政府的小学课本，然后每天进宿舍门口的时候没有跟日本宪兵敬礼，被叫过去打巴掌，是不是国仇家恨？是不是？然后你跟我讲，你现在从美国还要跟我见面，算什么呢？对，我非常生气啊！然后想，我唯一的报复方法没有什么东西，就是把你所有的跟我的回忆全部摧毁掉。我就把他写给我的信非常多，就打了一个包，啊，所有送我的东西打另外一个包，然后就拿到他跟我约会的地方，跟他讲说，通通还你，他就开始哭了，你知道吗？这招真的很狠哦，有用。他哭了以后，我就跟他说，我写给你的你都还给我，我只后悔我当时没有隐喻嘛，对不对？所以我不知道我写给你什么，可是我猜测我文笔还蛮好的。这件事流落在那边，终是个祸患。你要开玩笑，我说你应该还我，他就一直哭着哭这样子。他想好可怜哦，算了，拿回家好了，假装没有发生这件事情。然后回家就想写一首诗，把自己恶劣的状况写下来，只不过把它颠倒过来，把它颠倒过来。然后后来这首诗被收到年度诗选里头，余光光老师前一年我写了一首诗嘛，然后他就说我的句子写太长了。然后于先生很认真的花了大概300-500字批评我，所以大家都觉得我很可怜，被选到年度诗选还被骂这样子。然后第二年这首诗被选进去之后，于先生就评这首诗就说啊，这是他那一年看到最好的一首情诗哈。
他说因为 那时候的情绪都写欲望嘛，都是性器官满天飞的，那我想我大概没有写到性器官，别的器官都有写，所以他觉得我很善良这样子。其实我是一点都不善良，充满恶意的一首诗。好，每天收到一封你归还的情书，每个撕开过的信封封口都呕吐出过期的爱意，你乐此不疲的借来了一寸我缱绻过你身躯的皮肤，一双我紧握过你的手掌，两张我吻过你的嘴唇，一颗陪你看片玉米花的眼珠。每天收到一封没有附回邮地址的信，想必你拒绝听到遭到临死者的哀嚎与回音，你乐此不疲的解脱我，我只好用拆信刀着破我居住小小星球上空的臭氧层，倾泻所有的空气，窒息自己。所以这首诗也跟那个地球生态有关的，然后就臭氧层破洞啊，那个，所以就觉得没关系，扩大一点我就可以不用存在了。那下面应该要附注一个说，如果想不开请打生命线。这文学作品不要太没有什么太多道德诉求了，只有自己的情绪而已。那这首诗大概就交代了某一个情绪的状况。那这样的创作单，各位最近有没有看过一部电影？如果还没有看到的话，赶快去找来看。以各位的资讯能力，应该都可以找得到。叫《45年》，看了没？还没有哈？有看过？喜欢吗？非常，非常可怕吗？期待更大一点。期待更大一点。你可以看原著啦。如果没有原著的话，我可以传给大家，我可以传给其中再传给大家。原著非常非常的好看，很单纯。那个是一个诗人写的小说。啊，就讲说45年，就是一对夫妻年老了，然后有一天突然那个传来一个消息，是说那个先生之前的女朋友的遗体被发现，他跟他一起去登山嘛，一起去登山，结果失足死在山谷里的，那个山谷因为是很冷，所以他就被冰封起来，然后45年以后地球暖化了。所以就被人看到有人在那个冰里头，还没有融出来，只是快要融出来，然后就通知他，请他来认。那到底他们45年前发生了什么事情？那其实一点都不恐怖，不是他谋杀了他，不是什么，只是对于45年后的这一个已经趋向快要平淡的年老的爱，突然掀起了一种嫉妒吧，对不对？一种怀疑。或什么的，那个诗人其实只想谈这件事情，然后顺便告诉我们地球暖化越来越严重。好题目啦，我觉得这个故事是非常非常好的题目啊，很有诗意的题目啊。好，那年轻的时候会写那种很恶毒的诗，年老以后就年老了，好老了，就会写这种诗这样子，就是给你太多自由，抱我一苦涩，送你过少的热情，赠我一平淡。洗涤你恰如其分情思，就还我天地间最和蔼的风雨。那各位都理解，就是泡茶的哲学嘛，对不对？那泡茶也跟我们什么，跟情感一样啊，是不是？所以我们经常在我的脸书上会贴，我最喜欢贴那个张充和的书法，他有一个对联，好极了，对不对？他说：“十分冷淡存知己。”这句话永远记得哈。就真正的好朋友是每天。酒肉的吗？每天腻在一起的吗？不是，对不对？真正的知己十分冷淡，十分冷淡，存知己啊，这件事情要记得啊。那所以也就是说，怎么恰如其分啊？那其实就像泡茶一样，对不对？那泡茶泡得好，那个山岚啊、风啊，对不对？所有美好的那个孕育这个茶的一切，都会在那一瞬间，在你的。身上发生，是不是？这个很奇妙，是不是？所以这个诗的从题目开始到后来都有趣极了啊，我自己喜欢。那每一首诗它背后都会有一些情嘛，哈。那这个诗很短，对不对？就是说你可以把风住进青铜，我的孤独就不再飞翔。那这是我写的最短的，很短很短的一首诗，可是它可能最趋向不朽哦，不朽加括号。然后讲一下这个故事，这人叫杜十三，他已经不在了。那杜三跟我认识很久啊，我们以前我比他小很多嘛，所以那时候那个
要做第一个网站的时候，就是我们一起合作的，师傅那个网站我们一起合作，所以常去跟他一起谈。他真的非常非常有才华。那可是他后来就很不顺利嘛，他后来做什么都不顺利，不顺利当然跟他的个性有关嘛。他的追思会也是我主持的，我没有主持过这么悲惨的追思会，每个人上台都在骂他，然后都说我现在原谅你，因为你已经死了这样子哈，很有趣，文坛超级有趣的哈，非常非常有趣的。你们如果有机会多参与这种场合，经常觉得不可思议这样子哈。那这个不可思议的人，他有一天又打电话给我，那是因为他人生最潦倒的一段时光了嘛。文化大学请他去当驻校诗人，然后要他把邀一批诗住在那个文化大学的一个诗墙，用桶哦。用头把句子住在诗墙上，所以我刚刚讲不朽的意思就是说，印在纸上很会烂啊，对不对？放在 database 哪一天宕机了，对不对？就更快不见哈。你以为有什么东西永恒的吗？没有，所以搞不好这两行是最趋近某种永恒，因为它在铜上面嘛。他就跟我讲有这个计划，而且他跟我讲说，他说不会，为什么我要做这个诗墙？我传信给你，你都不理我。他接下来讲一句话，他说：“你是不是瞧不起我？我没有瞧不起你啦，我真的没有瞧不起你，我只是因为你用雅虎，我用 Gmail 而已。早期 Gmail 跟雅虎会互相挡对方，对不对？有用过人就知道，早期会互相把对方当垃圾信，直接丢到垃圾里头去啊，恶劣这些资讯公司。然后他就讲说，那你要寄给我。那天风很大，冬天在花莲，我就突然想要开他玩笑，我就是说。”别人都是抄两三行已经写好的诗，我说我决定一定要新创一首诗给你啊，所以我就说你如果可以把风住进你的桶里的话，我的孤独就不再悲伤了。那所以我真想讲的是说，第一个不可能，第一个你不会把风真正住进桶里，对不对？第二个我还是会一直孤独下去啊。所以那个林哥。作曲的那个范俊逸好喜欢，他会把这两行谱成一首歌哈，然后那个再唱这样子。好，那就是我的学校，欢迎大家有空就来玩这样子啊。东华大学非常非常漂亮。那东华大学以前是那个一片甘蔗田，所以学生早期知道它都是甘蔗田，所以就开玩笑说我们学校是沼泽田大学。可以知道很漂亮，走正的大学超酷，对呀、啊、那所以我有写过一首诗是给郑其茂教授的，在浙田里在这种诗哈。那所以我们郑先最近翻译了那个平家物语啊，之前翻译了奥之西道，最近早先八十几岁了还努力在翻译，最近要出版那个芭蕉的牌句100首，有注释的哦，然后张一坚帮他配插图50幅这样。很期待啊，就年纪出版就快要应该正在等庄先的话就可以好。那写给朋友的诗，还有这个写给周逸晨，周逸晨是民进党以前青年部的主任嘛，现在在那个大稻埕做文创，做得非常非常好。啊，他是一个有趣的人，我们读书的时候他会那个反对资格考，就跟系主任一直吵架这样子，然后吵，然后最后就说我不考了这样子啊。然后不考那天还把自己的头像画在黑板上面，然后写 wanted 对不对？就是那个悬赏啊，抓这个强盗。那我们就说你不考了，你好不容易读到政大新闻所，你就不读了吗？啊，那你要各位要了解，周逸晨是高中也是同等学历的，然后去考大学，大学没毕业啊，读文化大学新闻系没毕业，同等学历来读政大新闻所，再不毕业的话。就只有国中毕业而已、啊，就是你怎么这么有趣呢？这样的，然后就觉得这个人实在太可爱了。然后那时候洛夫不就在玩那个引题诗吗？引题诗就是把诗的题目写在诗的每一行的第一个字上，这样子引题嘛。回来这本诗集引题书啊，那我说引题有什么了不起？我的引题还有图画的。有没有发现我们恒常保有无上的敬意，对不对？是反讽的，我们其实一点都没有尊敬你。好，那这首诗的题目叫学院之规则并不容置疑，我们恒常保有无上的敬意，很酷吧。然后就写完以后就投到人间
副刊，然后就登出来。然后周一成妈妈也是一位作家，就立刻打电话给周一成说：“一成，你又在学校惹是生非了，对不对？”他早上起来根本还没有看报纸，他说：“妈，没有，我很乖，怪你的头了，怪还有人写诗送给你。”然后那妈妈一看就知道又出事了嘛，就知道他孩子一定要在学校搞运动，对不对？学者正喋喋不休批判大千世界时，院子里的野百合却吞吞吐吐的向春天解释到，景色之所以缺乏生气，乃是有人在严冬悄悄用规模繁复的雷尺拦阻了通路。风雨蝶则不再为花朵媒妁姻缘，孩子们并不知道四季然冻结如停滞的死水，不允许更迭的时光为他们易容，也不准许他们大声质疑。你可以听到有人悠悠的叹息，我的好奇心和他们的创造力是已然冻结的种子，埋进很久无光无热的世界。恐惧常常叫没有主题的工业放肆，且又保持了难求的生命，固守在每寸的萌芽生机的土地上，直到所有人把无助的自画像纷纷贴在公告栏上，宣誓通气自己的决心与臣服学院神圣戒律的谦卑，努力批判事件且令人敬重的学者才开始怀疑自己是否能毫无愧意地继续漠视百元的荒凉。那这就是读研究所的时候很无聊的写的诗，然后这首诗很多当时在读研究生的人都很喜欢，所以有一天我去开一个研讨会的时候，就有一个美女走过来，她说：“你好，我是郝玉祥。”我说：“哦，你好，我是徐文蔚。”“你就是徐文蔚啊？”她说：“我办公室的玻璃垫上只有一首诗哦。”我说：“哪一首诗？”名字很长了，就是《学院之规模并不容自己文章》，把给文章记录。我好喜欢这首诗，所以我把它剪下来放在我的玻璃垫上。然后我就看着她，哇，大美女喜欢我们的诗，好荣幸哦。然后我的印象只到这边为止。然后郝玉祥接下来每次讲这个故事，他都会说徐文蔚很三八。他每次他说他那一次我跟他讲说我喜欢这首诗，然后徐文蔚的回答是说：“哦，玉祥我已经结婚了，你结不结婚关我什么事？”他就一直要强调我当时很白目，跟他说我已经强调我已经结婚这件事情。那他就说：“哦，那一定是因为我看着你太心动了，所以要赶快写足一个把我讲。”反正这首诗有很多好笑的故事，对不对？好。最后，我们再有十八就结束。那法国梧桐是在上海啊、杭州那一带都可以看到的一种行道树，我们都可以在那边看到这样的行道树的出现，是非常美的一个树木这样子。那我在读博士的时候到杭州去开会，然后那个主办单位就在我的寝室里头安排了一个政大工行所的硕士生，然后就聊得很愉快啊，然后这位先生人很好这样子，然后很圆诚，然后就问他你要研究什么，很有创意啊，他要研究那个易经对于中国行政管理的影响，我觉得这个太有创意了啊，就是研究的传统文化对于这个组织管理的影响。那我们就中午去吃饭了。那各位都知道，那个中国大陆对于那个在习大大还没上台之前，对于学术参访团都是照猪养的哈，就吃的非常的多，吃的非常的好。然后吃完以后回宿舍，就看到这位先生非常的痛苦。他说：“我吃太饱了，很难消化啊，那怎么办呢？”他说：“倒立好了，就找一面墙，咚就倒立了。”我说：“哇，你怎么体力那么好啊？”他说：“对啊，我体力非常好，我警察学校毕业的啊。”第一名毕业的，留校担任中队长，然后呢，是因为后来太想读书才离开警戒的嘛。说哦，这很厉害。那你为什么现在身体不舒服要倒立？也没有什么啊，我就是胃癌末期而已。胃癌不舒服，吃太饱，所以倒立一下比较舒服。就看他，就心里都很痛苦嘛，是不是？然后就每天陪他聊，一个小女儿2岁，然后。还在，他就自己很努力的去吃中药，读医书，想要去救自己。他就跟他在大陆上开会的时候常聊。那大家都可以发现啊，他的题目是要用易经研究对于那个组织管理的影响，所以文化中国显然在这个人心里头也是很重大的，是不是哈？还是很重大的。那对我们这一代人，大家都一样嘛，就是我这一代人，大家都是在某种党国啊、中华文化的意识下长大的。
那什么时候对中国真正的幻灭就是最好的方法，就是去中国一趟。那你去中国一趟就发现你是台湾人，他们是中国人啊，是不是？他永远，我觉得中国最笨的就是这件事情，他花那么多钱去做文化交流，交流完给你一个感觉就是你是台湾人，他们是中国人，对啊。那这个反细节很难说，你们读那个诗读到中间有一段就会发现，研讨会开一开，他 有一天就写了一个纸条给我，思是非无事，何相作故乡。就是他觉得他来这里是想要进到他的那个文化的母国做一些追寻的，可是他最后发现很幻灭啊。然后那个幻灭，但不止他有，我想同一代人来都会有这样的幻灭啊。所以我觉得写诗最大的好就是你可以把这样的心情记录下来，所以我就写了这首诗。那写这首诗更主要原因是我们一起去买书，然后。那时候大陆的书店还是精品店哦，就是大陆人买不起书嘛，台湾人才买得起书啊，哦，那个书都放在那个玻璃柜里，好像百货公司一样。你们大陆没有，年轻的朋友一定没有经历过这样子啊。我们去买书的时候，杭州的三联书店是书是放在玻璃柜跟后面的架子上，买书的要站在柜台那边对这个柜台里面的人说，我要看那一本书，他拿下给你看。要不要买？不买拿，不要看太久。那我们就跟他们说，我们要买很多哦，我们台湾来的。他说他就把那个柜台打开，自己挑。那因为我们都是一箱一箱买，各位要知道，那时候一本书可能5块人民币、10块人民币啊，然后人民币对台币还没有像现在差那么多嘛，所以你带一点钱就可以买很多书回来啊。我记得那一次买了2箱书回来，今天因为那九一之后那个航空才那个。行李才变20公斤嘛，以前应该没有记错，应该是40公斤还是30公斤嘛。总之就是拖2箱书都不会有问题的。然后拖回来，然后进台湾海关，海关不是看到我们心机诡异嘛，因为拖得很重，他就说这什么，拿上来检查一下。哇，很重，搬上来说书啦这样子，他就说算了，不用看了。他看就那种书呆子，啊，他就不想理我们。那他当时就我看他字帖很喜欢，他也要跟我抢。我想不要跟你抢了，就给他。那分别以后，他说他要去上海，他要去上海，然后我就直接回台湾。所以他那个书用海运，书都还没运回来，他回台湾一个月就往生，很快哈，哦。然后那种心里头的那种难过，后来就是有的诗写超快，有的诗要花3、5年。诗不用啊，那不用的诗都不用羡慕，对不对？我刚刚刚讲，你说我好羡慕你可以那么短时间写诗，我也不要，我也不想天天有这种事发生，我恨死有这种事发生的。好，那读下这首诗，我现在已经好很多了，因为我以前读这首诗，每读必崩溃这样子啊。那现在大家崩溃是比这个不少太多了，也就还好。而且这个诗是。他雅轩也把他选到天下诗选里嘛，韦小春也喜欢他，把他选到那一年的年度诗选里头，他被选到很多的集子里，然后所以他就被也在网络上面，所以他被很多人看到。那有一年就是那个在8年前吧，然后韩元成的初恋女友就写信给我，说读了这首诗以后如见故人，非常想知道。因为他后来没跟他结婚嘛，他后来跟另外一个学妹结婚了，很想知道学长最后一段时光的状况，问我可不可以跟他见个面，啊，然后他就留了一个名字，我一查，台北信誉分局人事室主任这样子，不要，不要跟你见面，我也会崩溃，我不要。后来过一阵子又有人写信来说，你好，我是韩元成的太太，你怎么知道我没有跟前任女友见面呢？他说不是。女儿想爸爸了，女儿已经12岁了，10年过去，女儿已经12岁了嘛，那年2岁对不对？父亲过世的时候2岁，女儿12岁了，想爸爸就 Google 啊， Google 找爸爸。那我如果女儿想我在 Google 找我，会找到我很多新闻嘛，因为我做很多，在乡下做很多社区营造啊，哦，我在乡下做很多反正好玩的事情嘛，所以我可能网络上。新闻还蛮多的，偶尔有一些负面新闻，开玩笑的。他就
女儿想我可以 找得到我，是不是？女儿想她爸爸，这个女儿想她爸爸的时候找不到，因为她爸爸那时候过世的时候，网际网络不发达，是不是？没有留什么资料下来。她说：“妈，既然有人写诗给爸爸，你一定要写信去感谢这个作家。”她说：“可是你文笔那么差，这个作家一定会笑你。”这个女儿也很差哈、哦，就怎么可以这样欺负妈妈呢？然后妈妈就真的鼓足勇气写信给我。爸，我就说，那我有一个朗读会，你要不要带妹妹来听？我会讲爸爸的故事，好、哦，给你们听。然后他们又真的后来有来，这样子、哦、就是在好快八年前总统大选前的那天晚上，就读诗给他们听这样子。然后又过了一个月，他大概告诉他公公这件事情，所以公公也写信给我，用文言文写给我，感谢我留下他孩儿的这些回忆这样子，所以又觉得写诗是很美好的事情。好，读下这个诗，法国梧桐。那些怀乡病发作的法国人早就离开租界，回到大西洋岸的故土了。插枝在中国土地上的法国梧桐却安然地定居下来，在杭州城的仲夏午后，以黄叶预示着秋日将提前到来。你用磊落的双足在故国大地上练习打扮，小心翼翼地用相机记录山水的气色，而无情的天地一派冷漠的表情，望见你凄切的眼中正盘算着一帖药方，忍受着无药可治的疼痛，在法国梧桐树下你笑着念道：斯是非无事，何相作故乡。当夜行船极尽地奔向另一个城市时，你的生命像火炭着着一丝微弱的热，仿佛随时都将消失在灰烬的阴影中。你仍计划着下一趟旅程，以及想象明年以及无数个明年后能够悬浮济世。那些怀乡病发作的台北人打算结束旅程时，你提着两箱医书仍要继续流浪。法国梧桐树伸出无数手长般的黄叶，向不同归乡的你我挥别。雾霾中的我们都能察觉，这竟然是你最后的呼吸。那我想，就是你可以用你的文字去把人世间那种要消散的事情留下来。我觉得这是文学里头，我觉得还蛮重要的一个部分。好，那我想我的故事今天就说到这边，到一个段落好了，这样子。那说多说无益这样子，大家有空就去读，反正我的作品。就哦，还有一个系列，对不对？嗯。好，不讲。好，对不起大家，我翻到这个不讲，我们自己看。这个很可怕，不要讲啊。好吧，我讲最后的这一个系列好了，我还是讲一下。那它跟古典文学有关的，大概就是会用一个比较简单的方式去谈嘛。哦，那这首诗大概是一个谈抒情是什么的一个作品。那江雪大家都读过嘛，好，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我有一个学生得了忧郁症，然后我读了他的博客，然后部落格，然后常看到他觉得很黑暗，然后他常常觉得他不想活了这样子。那他有一篇文章写得很光明，是老师请吃饭在鲤鱼潭，然后因为有一阵子我在读那个抒情传统的理论嘛，我研究生来跟我谈话的时候，我在讨论这些文章。那天晚上因为刚好是这个时候鲤鱼潭有萤火虫，那我们就说好吧，我们去吃饭那边看萤火虫。他就觉得那天晚上很快乐，他就写下来。所以我就写一首诗提醒他说，那你要记得那样的美，生命有那样的美。那不晓得他最后有没有记得啦，哦，总之他就毕业了，就对了，哦，还好，就那个走到人生下一个阶段。那所以这首诗是以诗论诗的，前半段在讲的就是什么是抒情诗。那当然各位也可以把那个文本稍微注记一下。抒情诗简单的来讲就是省略细节嘛，沿袭传统，对不对？就是说，你看唐诗最重要的就是没有把所有的叙事都拿掉。好，那所以细节越多反而越妨害情，这很怪。这是我们文字里头最奇妙的一个部分，就是你用很少的字，可是要读者去动员他的情感填补跟想象，所以那个情就这样被召唤进来了，对不对？然后沿袭传统，为什么要沿袭传统？因为
我们待会马上就会有个例证证明说，为什么有时候我们可以讲得很简单，是因为我们的读者跟我们共享一个传统。啊，所以我举个例子来讲好了。啊，在这边你看下一段，说飘风夹带骤雨敲打窗沿，无数玉磬摔落室内遮断画影。你突然流转到霜寒的孤岛上，把我们其余取暖的笑语当作鱼饵垂悬在江雪中。你读完 这几行，会不会想起刚刚读到柳宗元那首诗？都会，对不对？你就会知道这一段是转换了什么。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我需不需要再解释一次？不需要，你们都懂。为什么？因为你们跟我一样共享了唐诗这个传统，对不对？可是你觉得如果这首诗翻译到英美世界，他要不要加注说这是柳宗元的江雪？这首诗在有一年的国际诗歌节被翻成英文的时候，那个译者就坚持把江雪附在前面当序言。然后 他问我说鲤鱼潭是什么，我说就是 cup pool， 好 cup 那个 carp 嘛，对不对？好 pool 好就鲤鱼潭这样子，他就一定要翻成 cup lake。 我说你去查所有的那个旅游手册都是 cup lake 不是 cup pool。 他就很生气，他就跟我讲说可是 cup pool 很像共乘制啊，他不是carpool， 很像共乘制啊，因为美国的社区里头一起去上班，大家轮流开车，这个制度叫 carpool 嘛，对不对？他说 carpool， 对，会而且要共乘嘛，因为否则过不了高速公路，对不对？进不了城这样子，所以他就说不好听，就知道有的译者非常的小心谨慎，然后他对于读音啊，或者是他的那个整个。所以翻译作品本身是一个很迷人的事情。那所以这就是说，如果我们共享的一些意象的传统的意象的时候，这就是我接下来去的一讲，其中会跟各位来分享我的这个想法，就是说我们如果可以共享一个传统，我们写作可以把这个传统巧妙的融合到我们的写作里头的时候，你就不要多说话了，你不多说话的诗就会怎样，就会很美妙。所以为什么怎么很美妙，其实跟你对于传统的转化的能力的多寡是有很密切的关系的。哦，这个大概是这几年 我在写诗作诗上面来讲的话，我觉得蛮重要的一件事情。那再来是什么，就是怎么在不经意的瞬间用一个很灵动的方式去触动你的读者。哦，也就是这个情的打动，就是我不是只是设计很多美好的字词跟意象，而最重要的还是那个情意的动人嘛。所以那个情意的动人是怎么安排的，也就是你在那些美好的词句的背后的同时，怎么不断的要回应或提醒。好，我们到接下来去的其中一讲会特别的跟各位谈这个问题。好，所以我想这就是以诗论诗这首诗的讲法。好，所以这首诗接下来就讲说，在春雨停歇的夜晚，我们悄声用竹音拍打堤岸，安抚常年困居在山谷中的潭水。冷雨没有浇熄的萤火虫是故乡派来的刺客，从埋伏多年的草池中飘然现身，火开我们埋藏整个冬季的心事。许多喧哗翻飞的往事，灼亮了更多的萤火虫。记得你伸手不捉住一尺光，酒梦初醒的鲤鱼潭拨动起熏风，记得你解冻了的笑声是春日里最美的咏物诗。我想这个大概就是说 你可以用这样子的一个情意的方式来感动人。那我越写就越简短嘛。这个作品在捷运站101的捷运站，就是信义线，你从101站出来后往101的那个走道大概100多米吧，你就可以看到我们的作品被放在那里，然后而且有很多这些变化的图像。那整个策划是黄新建老师，那黄老师的想象是整个走廊就是一个时光的隧道，所以一头是小婴儿，一头是老人，然后就像那个火车站那种翻牌，会一直组合他们的表情，有时候只换眼睛，有时候会只换嘴巴，有时候会整个脸把它换掉。然后更厉害的是上面有很多手手脚脚啊，很多的那种眼睛啊，都是很多知名人物。其实这个系列的作品很可惜没有把它写成书，它如果被写成书的话会变得更精彩这样子。那这一系列是我们的想象，大概就是会把它写得更单纯一点。
因为他的想象就是说，所有的因缘都不是机遇，啊，一切的因缘看起来是机遇，但好像又不是，对不对？所以我们其实是在去寻找的。那我挑一两个是跟传统意象有关的，例如说这一个，说邻座的男孩找我借枕头，我顺便出租一个房梁梦。空姐还来不及倒咖啡，邻座的老人醒来后就一直失眠。那我就不用解释什么是黄粱梦，这首诗翻译成英文，下面就要附一个成语故事，叫黄粱一梦，对不对？解释得很长，那现在就不用。可是大家都会觉得他很惊悚，对不对？他找我借枕头的时候还是一个小孩，对不对？睡醒的时候已经变成什么？变成一个老人，对不对？他已经经历过非常多沧桑的人生了，是不是？那或是这个说，出门前才上网查过本日运势，乖乖往东走。转弯前收到分手简讯后，撞伤一棵新住汉的老槐树。醒在一场梦里，发现民调第一的幸福城市，连续一座金碧辉煌的遗穴。好，那各位大家都理解吗？你跟我共享一个传统，就知道我想讽刺的是什么，就是说我不要多说，我刚刚很简短。那这个大概就是我今天先用我自己的作品做一些范例。那当然我知道各位一定都可以写得比我更好，然后也都一定有很多精彩的故事等着要发掘。那因为朋友们都陆陆续续来，所以我们就再说一次，就是那个在礼拜四中午12点以前，欢迎你把一首你想拿出来跟大家讨论的作品寄到启动诗社夏小姐的 email 这边，好不好？然后我们就会在接下去的三个礼拜，每个礼拜除了讲一个一小时的演讲以外，然后在一小时结束之后，大家尽量如果有可能的话，就是我们假设说，刚好可以有一群朋友的作品都环绕在某一个共同的状态，因为我蛮有信心这种状态会一直出现的，就是说很多人都用很古典的方式在写诗，就是你的意象或使用都非常非常的古典，那也许我们就会把这样的作品通通集中在一起来谈，然后来去看这样的诗的好处跟它的局限在哪里，好不好？好，那我们就到这边告一段落，谢谢大家，谢谢。